兰姐，怎么样了？兰姐，怎么样了？兰姐，兰姐被开除了，其他的就交给院里吧。就这么算了。我的目标是赵恩成。好吧，走吧。干嘛？我送你。不是你干嘛呀？我车在这，我来送。兰姐坐我车，我来送。我都不叫。我爱兜圈，我来送。我是他老公，我来送。穆总注意措辞是前夫。兰姐，哎，刷卡。 我叫你刷公交卡，零钱有没有啊？师傅，我帮他刷了，他脑子有问题。多帅小伙，歇了。你坐我这儿吧，谢谢啊。兰姐，你坐我这儿吧。 是让你助理来接你吗？要你管。兰姐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吧。那我就给你买。好。我也去买。喂，兰姐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饼。 我给你买了小蛋糕，还有果汁。兰姐，你要吃什么？要不就来个红豆的。我都可以啊。都可以是吧？除了红豆的，全部都给我来一个。神经病吧，这人。真是神经病。啊，麻烦请帮我快点，谢谢。小姐姐，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好的呀，好的，谢谢。3、2、1。 好了，好，谢谢小姐姐，你们看起来好般配啊，我给你们拍一张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兰姐，我们拍一张吧。啊，好好好。来，3、2、1。哇塞，老板，进步神速啊，都合影了。不仅这样，他还跟我说了谢谢。 我敢肯定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李明轩，帮我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，我要摆在这儿。哦，哎，老板，那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趁火打？乘胜追击？乘胜追击啊！保护兰博士计划第9条，雪中送炭，在夫人全力对付庄家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救夫人一臂之力。 那夫人还不感激你，感激。那我去了。陈经理啊，把我名下的几栋房产都给挂出去，只要价格合适，都卖。芙蓉，不要担心，下次股东大会之前，我们持有京华50%的股份。 我们就能把温岚给赶出去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我刚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庄文成果然为了收购京华的股份，开始变卖自己名下的房产了。我们一会儿只要知道他卖了哪些房产，那我失忆期间被骗钱的文件就有据可查了。嗯，您好，温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请坐。好的。 陈经理，关于赵文成抛售那几套房产，我们很感兴趣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会全部买下。就在您今天约我的前一个小时，雅苑已经被人高价拍走了。什么？买家是谁？老板。
错，这个月奖金加倍。谢谢老板，夫人知道啊，一定感动死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喂，慕白，夫人，庄恩成的房产是不是都是你买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也想买？可惜啊，晚了。我还真是小瞧了你给别人制造麻烦的能力，你将我的计划完美的给破坏了。什么意思？庄恩成现在正在大量收购市面上精华的股份，我本想趁机收回属于我的房产，你倒好，大手一挥，不仅没有阻止他，还让他成功高价套现。哎呀，哪儿哪儿，木兰，木兰。文兰，文兰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计划。文兰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文兰，文兰，对不起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，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。作为股东，我提议解除蓝博士在京华内的所有权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我不同意。